年轻时候啊，非常向往这个啤酒厂。那么，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好这个啤酒，非常好喝，我们非常热爱我们青岛啤酒。啊，免贵姓马，马立军。我的祖籍在黑龙江，毕业以后到青岛，这里呢气候宜人，而且最棒的，它四季都能吃到海鲜。敬礼。我叫田野，我19。快嘞！祖国使命奉献。真不跟你说啊，就干活还凶。啊，别这个弟兄托就紧张，别丢我。哎，这赔了，俺老婆在脸上能看见吗？水呀，是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。因为饮用的水你没有保障，你就不能叫人们相信。I sell my company and go around the world and look for a place where I can stay for the last 50 years. I have 15 children. How old are you? You want to exactly know? I don't want to stay here only to have happy life. So I want to give anything a retour to China. 我已经打40多年鱼了，一直生活在船上。我很喜欢吃嘎啦，特别喜欢他会做饭，我不需要做啊。我们俩说话，别人一般听不懂，中国人听不懂，德国人也听不懂。文化里面最好的部分融合在一起，然后通过这个也变得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文化，也属于这个家庭。在青岛生活了25年，今天我是这里的新娘。在银行工作岗位上已经干了36年了，不会说，只会干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到60，返聘到65。如果工作需要，会尽算。宁可做一粒沙子，就是做沙子，我也要做最亮的那一颗沙子。航海家也好，运动员也好，就要求很强烈这种判断力，波峰陡浪啊，处变不惊的这种能力。哎，海上的这种感觉，非常净化人的心灵，重新的一些审视一下自己的这种啊生活啊和人生，非常的棒。如果遇到一些大风大浪，你如果经历过来，你又会有一种新的人生的体验。因为我这人呢，也算是个乐观主义，说我觉得我们能拿一个项目。关键是在超前预前的考虑，所以我还没有说太深入的事。实际上不光是建大桥，我们中国干任何事，我认为都要事前考虑、超前考虑，这最重要。差不多80后。我叫刘建斌，我是90后。